四将会带来一些市场推动者的新闻，所以让我们通过经济日历了解更多吧。三月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最终值将会首先在早晨6点钟发布。初步估计显示，由于能源、食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长速度较慢，年通胀放缓0.6个百分点。三月瑞士生产者与进口价格指数将会在上午7点15分发布。二月份的数据低于预期，6个月来首次录得下滑。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中午12点30分将会有一系列的北美数据发布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每周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更新。截止到4月1号的一周里，首次申请救济人数下降了25000人次。截止到3月25号的一周里，持续申请人数减少了24000人次。三月，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，该指数已经持续上涨6个月。此外，二月，加拿大新房价格指数也将会在同一时间发布。一月，房价继续稳步上涨0.1%。二月，加拿大制造业出货量也将会在本时段发布。由于汽油和煤炭销售的强劲增长，一月份出货量继续增长。四月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将会在下午2点钟发布。三月份该指数回升1个点，但不足以抵消二月份2.2个点的跌幅。加拿大央行行长史蒂芬·波洛兹将会在下午2点30分发表备受关注的讲话，届时他将会在参议院银行业与商业委员会前作证。二月，日本工业生产最终值将会在凌晨4点30分发布。根据初步估计，工业产出在经历了一月份0.4%的下跌后回升。我是杰西卡·沃克，以上就是4月13号星期四的经济日历。星期五将会为您带来最新美国通胀数据，所以敬请关注。